是鬼哦！我怎么不对？啊，哪样呢？哪样呢？啊啊啊！嘘，你看店的，这是白，你惊到别人啊！啊，我让你惊着啊！拜托阿妈，是你找鬼出名，我不应该找我，我有对不起你啊！我嘛唔知影，是安怎只有你会当看到我。啊！不过我希望你莫甲别人讲我变作鬼的代志。我惊天顶，你若是知影，一定会受到打击。我希望天顶会当有时间会当达到我接受这个事实。唉，我刚才听新闻讲，你发生爆炸了的时阵，我真正想袂到你死去，所以。你即摆算是孤魂野鬼对无？应该是啊，我嘛是第一界做鬼，我无了解。我嘛是第一界看到鬼啊，即款感觉无啥实在，感觉怪怪。啊，不过即摆我知影，有人会当看到我，啊，我就袂遮尔啊惊。即话爱普渡对无？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收足足侪钱给你的。你嘛知影，你跑哪啥物拢无，我钱上侪啊，无过去安尼啦。你上我的心，啊，付我的心，你来做，你来用啊。对哦，我哪会袂受到这招啊？安尼无，你准备好啊？安尼我只……你莫真正上我的心哦，我警告，我警告你哦。唔免惊，我会对你照温柔的。文心，我是高中姐啦，你莫过来哦，你若是再过来，我会毙你啦！我甲你讲算笑的啦，你嘛帮帮忙，你想看卖，我才做鬼无偌久，我哪会晓什么鬼上身啊？啊，不过你的脚手若一直这尔啊慢哦，等我学会晓哦，我就三不五时扶你的身，安尼哦，你就足凄惨哦。你讲是去笑哦？你想不着药啊是？你那完全变成我无识识的人啊！一定要好好教训你。你若是搁较伤害天顶，后界我一定甲你修理甲比今麦搁较凄惨。拜托你，我求你了，拜托，拜托。守护在我身躯边，为我做了很多。我若是跟你讲，你是我今麦想要活落去唯一的动力，敢会伤人？人若是惊骗啊，是不是因为无机会搁重来？假使我甲你讲，我想要阁有一个重来的机会，你敢会认为我想要担心吗？阿乖，小二，志良哪会想再来找这片拓海？万一阁要忘日本的代志，就惨啊！小二，你紧张啊？真正无啥共款，小安，你先。
浩宇，浩宇。那是一定有人啊！阿官，阿官，还等好不好？我在你前，阿官，阿官，你紧等好不好？就会当完成我的愿望啊！我拜托你，搁予我一段时间好无？无可能，你无照规矩，时间分开撇散，连淘汰机会拢无，行！无会啦，我莫名其妙淹死，都已经足可怜啦。我起码足无简单，找着一个介意的人，我要介意做伙，我无爱走啦。你用别人的身体甲自在等落来，本身就是一件错误的代志。你袂用害你家己，嘛袂当去害别人啊！行啊！我不爱，我不爱。慢走！是不可能撤回，没有想要骗我，想要害我。我没要骗你，我没要害你，我是介意你啊。贤哥，我跟你斗相共，你家抓起来，别去对我高高低啊。你哪会对我这么好？是你先欺骗我的。我不骗你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我去。我去，我去哪边打你？给你看你的面。我的，我不想要被小鬼，我不。